Hey YouTube， 我刚看过今天的行程，是很充实的一天。每天工作的日常也没有太疯狂的事情。如果你知道行政院新创基地，欢迎来这里找我，跟你讨论创业还有未来的设计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理财的目标可以交给 AI 机器人去做，你的目标则是活得幸福快乐。我们今天还会去找 CarPost， 买车可以交给区块链，但人生的方向盘只能在自己手上。每个人目的地都不一样，不用跟别人比，但是你要注意路上的每一台车、每一个人。这是我的一天，留言告诉我你的一天，你们留言我一定会回。